Hello，大家好，我是林佳，好久没有录什么关于塔罗牌和占卜方面的视频了。然后呢，今天我新到了一副百年维特，我之前一直没有买过，然后我想录一个开箱视频。我其实一直挺喜欢百年维特的。然后在此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笔。这个笔，上次我其实录了一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没有录完，我就后面再放出来。当时其实有介绍这支笔，这支笔是写乐的女巫，哦，魔女。然后当时那个墨水还没到，今天这个墨水到了，它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它做成了一个猫。我觉得这个笔有一点贵，然后他写的也没有，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长刀眼好写，所以如果说大家，然后但是这个墨水挺有意思的，它是那种黑色里面带有一点紫色的那种色泽，然后比较高贵也比较神秘，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时想写些什么魔法手账啊。做一些什么塔罗笔记啊之类的，可以选择入这一瓶墨水，我还是挺推荐的。占卜 UP 主，临时做一个好物推荐博主。然后呢，我们现在它这个外包装都已经被我拆了，我们现在来看里面了。上次呢，遇到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神秘学这方面的。他跟我说，就是他不太喜欢大众占卜啊什么的，他觉得什么门槛低，然后，但是然后娱乐性很强，但是哎，我当时其实也蛮认可，但后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做自己吧，我又不是完全做这个，是吧？而且我的每一个视频，我觉得都是有帮助到人的，我觉得。我每一个视频都是有用心做的，其实能够帮助到人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你背后所散发的能量。就是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不带感情说的话，别人听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说你是带着感情说的，说不定就会触动到别人。所以其实是背后的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我觉得才是真正帮助到他人的。那你要说做成那种娱乐性的，大家都可以做，是吧？然后，这一副牌呢，我操，我并没有打广告，算了，这个，但是这个是他这个店家他附送的一个，我之前那个花之精灵塔罗牌是在他们家买的，我这是在他们家买的，我不是打广告，但是那个店主。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可以去问一下他有没有卖的。然后这是他翻译的中文版嘛？我看他好像还是就是授权的。然后我们现在来拆这个塑封，可怕，拆不开。现在基本上。这是他原本的，大家其实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维特塔罗是你入门塔罗入门最经典的一副，你肯定每一个人学塔罗都是最早买的维特塔罗，
但是我不是，我最早的第一副是花之精灵，哦不是，我的第一副是，啊我的第一副是花之精灵塔罗，哎刚好也是就是在他们家买的，然后第二副是那个维特塔罗，他这个还挺好看的，来看一下，虽然说可能你们已经很多人都有了。但是我还是想做这个开箱，看我的鼠标垫长发公主。如果你们谁想要这个高清版本的图，请来找我要，我是在淘宝上花钱买的。好好看啊，哇真的好好看哦。作者真的是一位很有爱的妈妈，哇塞哇塞，我觉得百年维特真的是个，哎真的是不一样哎。那既然如此，我好喜欢这一张图啊，就是妈妈和女儿。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我还是很习惯抽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牌灵，因为这个就像是这一副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守护神这种吗？有的人他可能不喜欢牌灵，但是我还是喜欢，只是说，大家不要就是非常的啊什么盲目崇拜啊，什么还要把他牌供起来呀、啊、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就没必要，但是牌灵的话你可以看出这一副牌它的最主要它可以掌管什么方面啊之类的。那我们就来洗一下牌吧。百年维特真好看呀，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然后这种绿色它又有一点神秘在里面。像到了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好像。这一张，哇，星星，我特别喜欢星星这张牌，那说明这一张牌如果它的牌面是星星的话，就说明这张牌是引导着你走向灵性，就是星星它的寓意就是像
你比如说你推开一扇大门，就是你走上了一个台阶，然后推开那扇门，那扇门背后就是你要去探索的灵性领域，是这个样子，就是。它相当于是，它是一个水瓶座的牌，它是相当于是现实和非现实交融的这样一张牌。你看，它是，然后我上一次一个朋友给我占卜，刚好那个结果牌也是抽到的星星，它也是和前世今生啊，反正它是有一张灵性连接的这种牌。然后，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塔罗开箱的视频，但是塔罗开箱嘛，那老规矩肯定是要占卜一下了。我今天呢就不像往常一样，风笔是倒吊人，那我就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把它做成我用每一张塔罗牌。就像是以前的视频，好久没有用过这个方法了。就是像以前的视频，算塔罗，然后抽一张牌出来，然后去通灵询问目前给到你的启示。然后其实你们，我这个样子吧，我先除了这张星星牌，我就来摆一下啊，就是你们可以从。这个大阿卡那牌，它不是有22张吗？现在是21张，然后你们可以每一个人在心里选择一个从1到21的数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那它肯定就，因为我刚刚把顺序打乱了，所以它就不会像是正统的顺序。我们就从我们第一张牌还是按照左边这个算是第一张牌吧。这手残什么时候才治得好呢？好啊，这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好累啊，我要坐着，坐着就看不到屏幕了。哎，让我把声音关小一点。今天成都非常的热，感觉像是啊，现在确实也是盛夏。我感觉在家里空调开得很低，都很热。好，第一张牌，哎，刚刚其实已经看过，是吊人了，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选择一。那我去通灵一下了。啊，后面我就不说了，我拿到牌我就直接去通灵，然后我给出的答案就直接是高灵给的答案了。选择这张牌的小朋友呢，高龄的启示是你现在有一个，就是他这张牌，他的重点给我在于他头上这一圈，就是你现在是有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吗？你现在是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为什么你会抽到这张倒立的吊人牌？就是让你仔细的想一想，但是你可以向前冲，知道吗？就是，不过不要鲁莽啊！不过这个人呢，他本身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也不会鲁莽的。就是仔细想想，然后向前冲。然后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命运之轮，怎么又是逆位的命运之轮？
抽到这个命运之轮逆位的这个小伙伴第二张的话，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在显化什么事情？然后呢，你一味的去强迫，然后想要去通过自己的一些人力去推动它，但是你就没有等待顺其自然。其实这张牌它是想让你顺应命运的安排，就是你要相信高我，相信你自己的，就是你内心真正的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己，相信你的高我给你的指引是正确的，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你不相信，所以你现在就是想要去强迫一下外在。然后高龄的建议是，我们可以放手，暂时先放手。这第二张，第三张，这都是为什么都是逆位？审判。这张牌我为什么就是通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悲伤，就有一点难过呢？就我觉得这张牌我通灵到的结果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牌意并没有非常的契合。这张牌抽到的小伙伴，你们现在是在一个有一点灰暗的状态吗？就高龄的启示是你们不要丧气，不要丧，就向前冲，就像这一张牌人一样，就他们最近就比较有冲劲，比较有干劲。你们千万不要丧，就是你们想要的那个东西，你们是绝对值得的。不要打压自己。世界牌第四张，终于来了一个正位。但是因为抽到的是星星牌，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尊重塔罗牌给出的启示，虽然说是第一次跟它链接。世界牌这一张呢，如果是在上学的小伙伴，就是学业方面是有很大的，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一个很大的惊喜。如果是已经毕业在工作的小伙伴呢，高龄建议你们接下来有机会出去走走，出去旅游一下，说不定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灵感，收获很多你想要的东西。第五张。死神的逆位，死神的逆位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绝对在经历一件不破不立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管是要分，不管是分手还是什么，你抽到这张牌的话，你肯定，如果是你分手想要复合的话，就会复合。不过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斩断了然后重来的一个过程，但他后面就是他再往后面走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向好的一个结果。如果是事业方面的话，其实我有就是收到讯息，就是你建议你想一想之前的路是不是对的，然后你重新选择一条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路，然后这一条路就会是对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转换赛道的意思。然后这个是一二三四五，这是第五章，马上要到第七章，这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六章，恋人牌的逆位，去看一下。如果在谈恋爱的人呢，这张牌就是现在或者是想要发展恋爱关系的人，你现在其实不太适合发展一段关系，你现在更应该专注于自我。第七张，哇，我刚刚选择就是第七张牌，教皇牌，让我去通灵看一下，有谁跟我选到一组，有谁跟我选到一张，同一张。现在是传播灵性、慈悲与爱的好时机。如果说有小伙伴想要做一些想要做灵性方面的工作，不管是灵媒啊，还是包括显化法则这些方面相关的，只要是能够帮助人生活变得更好的，都是很好的时机，都是一个好时机。那我现在也就是不能摆烂了，要振作起来，加油加油加油。第八张牌，哦，正位的魔法师，就是第八张。这组的人最近会得到一些天启，会得到一些高我或者指导灵或者是什么，就是或者是你自己想通了很多事情，然后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中显化出更好的方面。这一组的人，节制的逆位，这组的人最近提示你们的就是乱中求稳，就可能最近的生活有一些动荡或者是有一些混乱，不过没有关系，你保持一颗明净的稳定的心，就是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害怕，不要慌乱，等这段时间过去了，一切就会变好。这张牌的提示就是这样。天哪，我都记不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是九，这是十，战车的逆位。
这张牌让你们姿态放柔软一点，现在对于现在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情况来说，强硬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让你们变得更加的 委婉，更加的柔软一点，然后事情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第11, 这是11正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抽到这张牌，我觉得抽到这张牌的人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是公务员或者是在公检法工作的。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张牌本身的含义，而是我刚通灵看到的，我感觉和自己就是不知道你们最近是没有什么个人烦恼还是怎么样，就是他给的提示和自己相个人相关的比较少，给的和一些大方向的社会啊世界方面的一些讯息稍微多一点，然后就是更加偏向那边一点吧。你所在的地方会有一个政策下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的政策，也不太清楚具体，就反正先看到这儿吧。大家要是想当成娱乐占卜的话，不，它就是娱乐，就是娱乐，看个娱乐就行。这一张牌呢就比较的简单，就是叫你最近玩就行了，你最近开心的玩，怎么开心怎么玩，但就是注意不要做那些超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那些你不太愿意的情况发生，比如说明明没什么钱然后却铺张浪费，这种情况就不要发生了，就最近就让你去玩。12，这是13吧，对，这是13，女皇的逆位。我不知道抽到这张牌的人会不会平时特别喜欢打扮呀，就是对物质方面也比较想喜欢去享乐这种。这张牌的启示就是最近可以过一过清心寡欲的生活，如果你那边有条件可以去禅修一下，或者是走入大森林，因为刚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走入大森林里面去跟大自然接触这样。等一下，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这是14，哇，高塔的逆位，反正注定有人抽到这张高塔。
这张牌和刚刚那张正义有一点像，就是不是说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而是说你身边，就是你所在的那个区域，它会发生一些情况。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没有特别的坏哈，反正就是跟你个人，就是大的方面，它跟你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会发生什么。警示牌吧。恶魔的正位，这一张的人呢，抽到这一张的人呢，最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熬夜，早睡，多喝水，可以听一听健康 sub。 我才发了，录这个视频之前才发了一个啥 sub， 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客妹定制的。我最近显化健康也比较厉害嘛，然后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讲一讲自己的心路历程还有方法之类的。就抽到这张牌的人也不用太不开心，就是只要你注意那个情况，就是你只要注意，然后把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拔，然后那个不好的它就不会被显化出来，就不会发生。天哪，这是第几张呀？这是7、8、9、10、11、12、13、14、15、16，月亮的逆位。抽到这一张牌的人呢，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和母亲的链接也有一点断开，然后和那种如果说你是信那种，就是你有在灵性成长的人，可能你和那种女神的链接啊，就是那种温柔阴性能量的链接有所断开，然后以至于有一些迷茫，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把它找回来就行了嘛。17太阳正位，这张牌的人，抽到这张牌的人，事业最近会非常的成功，或者是在最后面的一段时间之内，事业会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你们不要太得意，也不要飘，给你的启示就是你小心乐极生悲。18隐士逆位，这张牌的人现在是一个转折期，就是你在灵性成长方面或者是在内心世界的探索方面是一个转折期，可能之前有一些打破你世界观打破你三观的事情发生了，就这是一个转折期的，没有什么，就是你现在有一些不确信啊什么的，有一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反它只是一个转折期，这个逆位它没有代表什么特别不好的。19女祭司的逆位，女祭司和隐士都逆位了。
这个给你的启示就是不要那么高高在上，可能抽到这张牌的人他自己本身也就是女祭司所代表的，不要那么高高在上，不要那么的觉得就是你的一些想法，你提出来的一些就你给别人的一些建议也好，不要那么飘，就是你要落地，你要看到你其实只是一个凡人。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挺有发言权的，我之前真的就感觉自己还挺飘的，就是很飘在天上，就不落地，很多想法各方面的，你始终真的你得意识到你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你要多去了解。如果说你是从事一些文化传播的，就是你要去多了解真正的平凡的老百姓，大家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有一颗利他的心，你也要从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方向去。这个牌的逆位就是这么解释。二十，力量牌的逆位。这张牌呢就是最近丢失了自己的力量，然后高龄的建议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接，就是把你的力量拿回来，不要畏畏缩缩，不要缩手缩脚，不要觉得自己啊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要怎么样，你是要等着别人来拯救你吗？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你自己把力量拿回来，自己拯救自己。二十一，皇帝牌。抽到这张牌的人，高龄意思就是说，最近在一些事情上做的还挺好的，给你一些鼓励吧。可能就是在对于家人的照顾呀，对于比自己弱小的人，就是你去施展你那一份更强大的能量，去保护了一些弱小的人。在这些事情上面做得非常的好，然后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加持。好，然后呢，今天开牌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哦，我这没洗，我就洗了大卡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的占卜呀？如果大家想念我的占卜的话，那我尽量以后多出一点，好吧？今天没有让大家，今天也有让大家选组。我要在这里推广一下我自己做的魔法油啊，这个是幸福魔法油，使用了之后就会得到幸福的，我自己已经亲测过了。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